空心中，倾我所有爱不保留，愿这世间难说雅叔呢？不是去找饮食了，这会儿事情估计已经办好了。差点误伤主上，还请恕罪。你这一刀被雅叔击飞的时机倒是把握得非常好。雅叔内力深厚，属下不是对手。敢做不敢认。主上武功高强，方才那一刀定然伤不了你。你敢试探我？如今探得了本宫的深浅，是要去向你真正的主子告密吗？主上还会给我这个机会吗？少公主，少公主，少公主，主上觉得属下会伤你吗？你不会。属下不会。你走吧，离开玄天院，我留你一命。主上，属下有一方法，或许可以消除主上您对属下的疑虑。主上可知散神丹？散神丹是上位者用来御下的一种药，只需要制药之人的一滴血为药引，配以秘方入药，由此便可以让服药之人只认一个主子了。竟还有这种东西，若是没有按时服用呢？那每月便会发作一次，初始只是让服药之人尝尽气血逆流之苦，停药的次数多了便会累积经脉，长期以往经脉尽断。你是说所有影卫早已受他所控？是，但是我当年没有服用公主的药。这是阁主赏你的这个月的散神丹。饮食谢过阁主。原来我那个好父亲就是这么控制影阁的。只是影阁那么多人，林元正每月要放多少血？非也，以血为引所制的散神丹，首次服用
这是下毒，为避免每月气血逆失所服下的，只是普通的散神丹，并非含有主人之血。若是得了我父亲的血，您可有把握研制出他所用的药方，解隐卫之毒？有饮食提供的解药，请公主放心。你可知，一旦服下此药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此后，主上会真正的信任属下。还意味着，你往后余生都要活在我的掌控之中，不得自由，亦不得解脱。你可想好了？主上心软了。你若是现在后悔，我可以放过你，我甚至可以想办法送你离开凌天宫。蓉儿，阿娘来了。日前你父亲邀凌玄去他的主殿，还是为了试探他到底有没有万心诀。可是试探出什么了？我想也是，阿姐武功造诣不高，这些年凌天宫中所有人都有目共睹，即便是他故意伪装，想来也该是有万全之策吧。可是万心诀是个要紧的事儿啊，他若真的练成了那功夫，以他那性子，怎可与你我善罢甘休啊。若真要试，时机最重要，他总有一个人的时候，派人去劫杀，危机当头，他若有万心诀，自然会使出来；他若没有，那倒是好办了。蓉儿，前几日阿娘送给我的那个侍妾，我很喜欢，谢谢阿娘。蓉儿喜欢就好，那阿娘就先走了。这满池的锦鲤也喜欢的锦啊。阿静，你派人暗中跟随他们，凌玄是我姐姐，谁都不许动。如果他身边跟着的那个影卫，是若回首是告别的前奏。